去蒸馏桶蒸馏，蒸馏有水分离，就是我们的樟脑油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樟树，香樟，香樟才可以做樟脑油哦。还有我们的臭樟也可以做樟脑油。哦，这样子。哎，人家去铺了。你去铺，哎，去你卡出去吼，卡出去哦嘿。只要不累啦。嗯，一般人哦。干那的汤啊咯。嗯，汤。好。到那个木马道旁边，然后要用这个。来，前面这一只是做什么用？当拐杖也可以。哈、哦，如果休息的时候拿下来的话，哈、哦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哈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拿，哈、哦。早期的人就是这样子了，哈、哦，这样子在搬运木材。来，看到了哈、哦，这个叫做柴马。然后木马道在说什么？来看看的哈、哦，我们这里。有木材铺成的路、哦、你看看，不要小看它哦，它的功用很大哈、哦。你看看，它这个木马道要走的、啊，然后木马要走的，它用木材铺好了路啊，它要铺成平衡哦。你如果有的高有的低，还是不能走的哈、哦。看看我们的木马，哈、哦，我们的木马，你看呐、啊，哈、哦，看这一个。木材，大颗的木材，跟它砍下来以后，跟它切成片哈，然后还要稍微跟它削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木马。然后它有一共有五个洞，一边有五个洞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木材啊哈，放进去它要多宽，然后它那个木马要多宽有没有？啊，旁边有打个洞，然后这样子穿过来以后呢，这样还不能走，对不对？会倒掉哈。来，我们这个木头这里有没有跟它劈开木塞塞进去？这样子它把它顶得紧紧的时候呢，这样子木马才不会垮掉，因为它没有轮子，它也没有什么，只有五根木材在底下横的哈。然后看看早期的人上山呢、啊，要带了我们的大神呐、啊、哈，还有我们的锯子斧头的哈，上山去扛的那一台木马上去，带了几根钉子。哎，在拉木马哈、哦、啊，如果拉不动的时候，这里有油哈、哦。拉木马的时候呢，早期的人拉木马真的很辛苦哈、哦。它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工作哈、哦。来拉木马，这样子拉，把脚顶住哈、哦。为什么我放单肩呢？因为单肩才可以拉。你如果套脖子的话，遇到危险，嘿，嘿，来跳尾杖，啊，咱哪安呢？哎，一手拨开。是不是我们命还在，对不对？这个转弯的时候特别危险的，速度快的话，咔嚓就下去了哈，会很容易没命的哈，因为它本身没有刹车，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进岩区。